本节目由 White Car 视频原创制作。在中大型轿车市场中，国产车型并不是很多，而东风 A9 这款轿车作为东风乘用车旗下的旗舰车型，在为数不多的国产 C 级车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身为一款 C 级轿车，车身尺寸长宽高5066、1858、1470毫米和2900毫米的轴距，超越了很多同级别合资中大型轿车的车身尺寸数据。而且同样作为东风旗下的 C 级轿车，东风 A9 和东风雪铁龙 C6 的零件通用率达到了70%以上，和东风雪铁龙处于同一生产线的东风 A9 在品质标准上是有保证的。内饰方面， A9 略显沉稳，除了大面积软材的包裹之外， Nappa 真皮座椅提升了内饰的豪华感。全系车型标配前后侧系列胎压监测和前后排电动座椅等功能，给人的感觉更加商务。东风 A9 更有三种车型，均搭载 1.8T 涡轮发动机和 6AT 变速箱，售价区间在17.97万元到21.97万元，而且目前购车普遍可以拿到3万元左右的价格优惠。